大葱能吃吗？啊，好闻吗？你这心情不好，咱也不能祸害东西啊，咱就不能好好留着，那炖回狗肉不行吗？我吃点东西怎么哪儿都有你呢？我服了。行了啊，好啊，不跟我抢。行了，是吧？爸，我给你唱个歌啊。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？我猜在哪个手里啊？在哪个手里？Hello。